玉雕大师家雕刻的货是什么样的啊？然后他两家都是省级大师工作室啊，雕刻的一些玉雕作品。这是俩摊儿啊，两个摊位，然后各种颜色的玉雕作品吧，大致的先扫一眼啊，各种挂件。然后咱们看看啊，都有什么好宝贝。首先呢，前边啊，前边这些是青花，看到没有？青花籽料，哎，这个没有啥工啊，这个就是切片啊，然后留的有毛孔，正经的籽料，或者山水意境牌子。小牌牌啊，这个还是比较周正的，上边有这个什么毛孔，一块料切的这样子。这青花的小牌子多少钱一个？这多少钱一个？7500一个。这俩一样吗？这俩一样的。啊，一样，7500一个。大师家的东西跟其他家的东西有啥区别呢？首先选料子啊，选料子，他们会选的更苛刻一些，选的料子要精品一些啊，包括质量啊，啥的，把控的比较好。当然还有工艺啊，工艺肯定是说。像大师家雕刻的东西工艺啊，包括料子，不是一般的雕刻师能比的，因为选的料子比较干净，比较油润的，看见没有，切磨料糖白的美女啊。这多少钱啊？这个美女切磨料12000啊。这两家都是省级雕刻大师，我们的省级雕刻大师，他家的主要是做那个美女建长啊，美女，看见没有？这碧玉的啊，也是精品的俄罗斯老坑碧玉，做的有两个，他家工特别好，大师工啊，你想吗？是不是？这多少钱一个？45000一个。老坑碧玉料超级细啊，一对儿啊，当然买一个也行。哎呀，放过去。然后啊，包括黄口的也有啊，黄口的也有，美女啊，手持莲花呢还啊。看，再看他家，他家雕刻人，看这个。青花籽料，青花籽料雕刻的一个地藏王，这留的有皮没有？留这儿留的有皮，有毛孔，看见没有？这地藏王特别翘色，翘的特别好，看见没有？手上拿那个禅杖，白色的玉肉啊，翘色雕刻的一个玉牌子，地藏王菩萨，底下有个兽，独角兽。厉害了啊！青花籽料的地藏王，这还有点一糖三色的。地藏王多少钱？哎，地藏王啊，那个26000，漂亮啊！这都一个好几十克，50克左右，大牌子。大家还有这种各种碧玉的啊，粉绿色啊，像这样的，这个是粉绿色啊，山水牌子，看见没有？那颜色还比较均匀，粉绿色啊，俄罗斯老坑碧玉粉绿的，哇，做成山水了。
应该是有一些颜色有过渡啊，所以貂山水。那无石牌的价值更高啊。这山水多少钱？你这粉绿的山水多少钱啊？这12万，漂亮啊！看见没有？地玉啊，地玉现在的价格比较高啊，特别是颜色好的料、细的，可以跟这个黑金紫料媲美啊。首先价格也能媲美了。这家做的都是美女，他家美女做的比较好，但是那个这个现在呢不让那啥。省级大师雕刻的美女啊，不是一般人雕的能比的。切磨料啊，新疆切磨山料，唐白。这个多少钱啊？你这个美女切磨的，9500。好吧，好宝贝啊。又做猫不少啊，然后这黄口料，黄口料的兽头，这是什么大圣吗？猴子啊，像猴子，这猴子多少钱？猴子啊，26000，大概有个30多克，30-40克那样子，比较饱满啊。齐天大圣哦，孙悟空。哎，还有啥好宝贝？还有啥好宝贝？先们扫一眼啊。这是碧玉7号矿的山水，下边是这种巨黑皮、巨红皮，然后上边是菠菜绿啊，看见没有？老坑料看着就很厚重啊，很浑厚，看见没有？它不是那种特别透啊，看很有质感。这面都是菠菜绿啊，这面是有这个红皮，镶的18K 金镶了一圈山水，然后7号矿的碧玉，俄罗斯的，这多少钱？18000元。哦，谭元啊。这个如意不错啊，做的很周正啊，粉绿的，看没有？男女都可以戴啊，大小适中，有个20-30克，20多克应该。这如意多少钱啊？啊？往这儿看，往这儿看，如意。如意啊。15000啊，这颜色真真的亮啊，粉绿色，就是老坑的苹果绿啊，杨绿，美吧？这边是鸭蛋青啊，粉青，一路连科，看见没有？一路连科的小牌子，然后观音啊、佛呀都有。都是无结构的粉青，手工雕刻。这是切磨料的观音牌子啊，这漂亮吧？池莲观音，哎，手持莲花，雕的很立体啊。啊，白肉是这样子的啊，糖肉上边雕的有那个观音，大师家出品的，这多少钱啊？这个
那个五万。啊，切木这儿牌子很少啊。漂亮。这个是谁啊？骑牛的叫啥？这人物脸开脸开的真不错啊。骑牛的是这是谁啊？这叫啥？老子。老子出关门。啊，老子出关。行吧。老子出关。老子出关啊。哈哈，镯子心做的，肉是一个黄白，然后带糖，糖白的，雕工纯手工雕刻，雕的不错。这多少呀？多少银子？那个，38,000元。哦，可以。这保价38,000。这还有手把剑啊啥的，青花的啥。让我怎么品？你要让你直播间的大哥。这个是啥？哟，这上面有裂是吗？有碧裂雕啊，那这个黑白分明，黑白特别分明，有小的小的小裂了。看见没有？这多少钱？那一个青花吗？那个这儿留的有毛孔。36,000。看着多烟都滑了。不滑不滑。这是切木料啊。这扣子真漂亮。这个多少钱？那个2,800。2,800。哇，真细啊，真润，切木料高清白的，没有结构啊。这个折价不便宜。嗯。那平衡仪的吧。哦。这多少钱？500-600吧。好宝贝，各种好宝贝啊。这是青海料，人家青海料也有，他家就是做这个做的好，雕工雕的也好，大师家的真是棒啊，太招人喜欢了。这多少钱？8,500。青海料的，哎呀真棒啊，白玉。来看看这小东西啊，小东西有一些，哦，还是可以。你看送个人啊，干啥还是可以的。这小粉粒的佛，颜色鲜艳，然后立体圆雕的战佛，站着的自在佛，这多少钱？25,000。25,000呢？咦，我想着便宜的买一个。20,000多啊，这个有，不一定有10来克，不一定有10克。